哎，大家是靠马来西亚人。前不久，吴尊在微博里回应粉丝写道 ：“Be patient。”那问题是 ，Be patient 有什么不妥呢？我们都知道 ，be 的后面用的是adjective 形容词，比如说 be cool，be nice，be smart 等等等等。Cool, nice, smart 都是形容词 adjectives， 可是 patience 不是耶， patience 是名词。那要说要有耐心哦，英语的正确说法是 be patient。 看看它的拼写法， p-a-t-i-e-n-t 是以 t 结尾的，而不是 c。所以要有耐心哦的英语说法是 be patient。 那 patient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是病人，比如说英国病人 English patient。 有部电影叫马布里，说的是一个美国黑人篮球员到中国发展的故事。吴尊演的就是男主角马布里的经纪人，他在戏里说的英语当然是 OK 的啦。演员在演出之前都已经把所有的对白念得滚瓜烂熟了啦，就比广末凉子在瓦莎比里，他说的法语简直就是一级棒嘛。而现实中吴尊的英语又说得怎么样呢？看看他在爸爸去哪里呀第五季里，他跟他的两个孩子奈奈和 Max 所说的英语对话，那简直就是 Singlish 中式英语，或者是 Singlish 新加坡式英语，或者是 Manglish 马来式英语啊，都一样的啦。而这三种英语的变体呢，其实都一样的啦。好嘞，这次就说到这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回再见。 Terima kasih, see you, see you, see you.